让我姐姐来祷告。父亲，我们感谢主，再次给我们一切能够在圣献上来大家祷告、敬拜、赞美，甚至在一段时间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话语，听见主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使我们更加明白，甚至我们能够靠着主所给我们的信心来去把神迹、生命之我们所学习的功课应用在我们检视检阅计来到的社会，来到的社群当中，从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按照主的话语来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使到因着我们进行的时候，上帝也祝福领导，也看见来到祝福，也分散来去被我们施主的人，就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阿们。今日我就爱看到，即系在《生命之第十九章》哦，嚟到主题，系讲到中马鸡上天爱设立嚟到嘅头神，为何神要设立头神？那头神好奇怪哦，因为在嗰时候我就明白，以色列人将爱落到了应许之地嘅时候呢，佢就将爱蒙福，系一个叫敬虔上帝嘅旨意啦。竟然上帝的话而准行的话将爱蒙福，见到福气里面呢，就是其将爱要在上帝上为见到的王，见到将爱取得牛奶而蜜之地来去成为见到的家，甚至见到要来这个立法定状上帝的话而上帝的吩咐来这个法律轨迹来去成为见到的一个带领引导见到来去帮助佢哋，能够发出一只上帝所设立嘅一只嘅沙权，一只嘅沙灰地位。所以因作人用咧，佢哋应该系原本系只后蒙福嘅，但系佢哋人也面对问题，也好像佢哋所面对嘅问题一样，嚟一切嘅问题嘅发生，系看到一些原本人老人系应该好好处理一切。在变来有啲咩人啊，用来去对待人喎、哦，一种其原本啲人，但系佢想法啊，佢嘅性格啊，佢嘅讲话乜嘅都好奇，好像唔咩人啊，用人喎、哦。所以在一个嘅问题发生嘅时候啊，产生都系存在一种神责结架，我去面对一个嘅问题啊，另一个嘅问题嘅发生，我哋要好清楚一切问题嘅中心。都系从心来，一心啲问题嘅发生啦，所以你哋嘅心咧改变，会有啲上帝嘅恩典，你哋嘅立法真系帮助，使到我哋看见上帝，尤其是在头上啊，上帝系充满恩典，佢系变人有一只天白嘅机会，或者要变嘅就一只公平嘅对待。使到佢哋唔有好像变喺度当天人面嘅做法，因为当天嘅人面啊，竟然做法里面咧好多靠背神人咁喎，靠背人喎，严重啲咩出嚟咁抢啊？人挨堆住咗，人试咩试咯？佢哋可以自己包笑喎，我就看一种功夫片啊、古装片都系样，可以包笑喎。但系看西方片又系一样喎，人家杀人一只老婆，七条自己杀死人家神杀神尸喎。冇錯喎、哦，所以你用嘅方法而看見後五文化、後五暗，因為殺人都，尤其是在十九章所講嘅殺人嚟咋，佢要兩隻，一隻係謀殺嘅，係真係謀殺嘅，一隻係故意嘅。所以你就嘅情況之下，上天落面幫助佢哋咧，落面使到佢哋嘅人在一個時候愛學習。好咗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哋一齐看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讲哦，佢讲：世人啊，耶和华已知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爱嘅系乜嘅咧？即系行公义、好怜悯，还有存谦卑嘅心，与你嘅上帝同行哦，你就应该系要嘅。所以除了大概一隻好出名的詩人叫 Greenleaf，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佢在講公義啊，或者係
公平啊，麦克很多公益嘛，这种公平啊，就是看到伊讲，一则对受苦难嘅人嘅盼望，也是对做错嘅人嘅一则嘅审判，哎，所以呢则原本系好应该系好完整嘅想法，但系在真嘅上面地方，我就看到好多时候咩人用嘅哦。所以因着某两种嘅公益，我就看到呢个三会又可以受善，因为自己用自己方法去行公益，我就用自己方法去报仇。如果看到神迹嘅结果，也得王也变咗好有能力，因为佢讲埋都乜嘅，所以好多人又看见诶，咁样唔出门咯。所以上帝唔咩人用哦，根本我就看。发财银用嘅地方，当然喺啲时候，佢哋要谋好咗经营，我哋要检查，我哋要嚟到法律，我哋要法庭，我哋要法官，谋银还钱，去看待呢种嘅所谓犯罪一种罪犯，尤其杀人犯，所以上帝都爱嘅呢件事咧，嚟到嘅头神，那头神，所以呢度嚟讲咧，喺在一啲时候。其实设立在就是在利未人的身上，利未人原本谋天嘛，但是上帝讲，因作计条计条谋天，然后在每个种族地方，超出啲出来变计条，所以都超出在每个种族地方咧，支派，就是在以色列人支派地方咧，来都变计条人，有48只神，在48只神地方，上帝爱把6只神成为头神，祖先。摩西现在最顶上，我就看到咧，在生命之嘅时候，真爱审查；但约书亚嘅时候，因着天已经太落，都加多审查。嚟到6只神，就系基底斯、示剑、希伯伦、比士、纳莫，还有啲格兰。喺讲而看一只图片嘅话咧，而看见系从差唔多北方啊，海啸而切靠东，行到下到地下。最南边，所以咧，我哋嘅6只神师，边个两人看见，嚟6只嘅神系对埃及杀人犯，系要石嘅帮助，所以我要经历可能咁又觉得，到底杀人犯咯，我要有乜嘅感谢？但系我可以睇又看见系个头神，即系头神，所以教育地方乜嘅重视都好啊，而封建在坑啊。尤其是喺隔呢度上天嘅先天也好啦，中木也好啦，头神也好啦，玉盔也好啦，其都最尾即系取耶稣嘅身上完全嘅彰显出来。头神也系一样，旧约嘅头神，在新约嘅耶稣，到底呢两则系乜嘅关系？就系今日我哋来看嘅啦。阿门。喺个我哋看论条嚟记得神师嗬。看到那我就明白那上帝是吗，还有那些权威，他看到的需要，还有看到那个上司的名，还有上司的那个原本就不要放在一旁，那他看上帝因为你在利未人的神，所以用利未人来做所谓的那个长老，或者那个祭司，或者那个时候能够成为一个法官来审判一个案件咧，系上司系最适合嘅咯，因为佢哋系好公平啊嘛，佢哋冇骗啦，因为呢位人都系持假咯，佢冇骗嚟到中出，所以我相信上帝运用咗系要佢嘅意思在当中啦。啊，你嘅上司便所要啊，在一行接行一笪嘅立法，一笪嘅审判，一笪嘅查调查嘅，同埋一等人照过去。来去爱得到爱得去啊避难所嘅，嚟只每只都系一只好重要，我就爱经验爱明白，爱只时候同埋见下，我就在耶稣嘅身上，落面嚟看见嚟情，阿门。所以条条天则我就要看见咧，对咧头神同埋乌杀者诈嘅感谢。落面讲咧，因为在生命之19章1到3节。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借着他们的诚意
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各要约书亚系全人讲咩？变成六错咯。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啊！嚟得，嘿，一只好重要哦，因为在一个圣经地位其所讲到嚟得误杀啊，那误杀嘅人，佢到底犯了乜嘅错咧？那就一起来看下，在第十九章哦，其人边个例子就会讲到啊。那得人，佢就好像佢同埋佢隔篱人沙的落山都去斩木喎，所以一烧剑剑一个斧条一斩嘅时候，天唔知讲到啊，本上一斩一个树诶，但斧条就脱来吧，一个斧条一个条啊，就飞到一隔篱人沙，一隔篱啦人沙啦人老起起啦人一等人死喎，那得人就成为咗误杀者，因为佢冇心诶。佢哋能够逃到嚟到城中其中一只城嚟去存活，所以讲就要面对一个报仇、报恨、仇嘅心中发火，就要追赶那杀人嘅人。因为佢要嚟到嘅城嘅问题咯，唔单止系用嘅时间，佢好多其他嘅时间都一样。当呢种以色列人唔小心忘记上帝嘅话语，佢就变当地嘅做事方法影响佢哋，其中就要嚟到咯，而佢报仇哦。他就靠背偷人用点哦，而佢持家去报仇哦，严肃法官而做错东西，佢都可以报仇哦。所以而看到呢啲人嘅事情啦，上帝唔会看到一啲人用嘅事发生，所以佢 set 呢啲一啲神在民数记35章第六节，佢讲：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其中当有六座城，使乌撒人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有啲嘅 set 呢啦。出埃及第21章12到24节，佢里面分别嚟到乌撒同埋犹心呢，佢讲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致死。所以嚟到就设立了一个分配，但是一个当地的人呢，佮你哦，佮乌杀也好，妖心也好，总之而杀了眼人，挨都要报仇。所以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唔爱，就系继续有流血的事件发生，唔停啊嘛。喺个这样的方法，如果 A 杀了 B 哦 ，B 嘅乌卡人就杀 A 哦。A 嘅乌克兰要报仇 ，A 嘅乌克兰杀 B 嘅乌克兰咯，但 B 嘅乌克兰嘅乌克兰杀 A 嘅乌克兰，但 A 嘅乌克兰嘅乌克兰又杀 B 嘅乌克兰嘅乌克兰嘅乌克，哇！到最尾冇停哦，世世代代都要杀，咩杀到西头，冇王法咯咯，所以诡计，所以法律来到嘅时候，上帝都要设立咧那个头神，使到就乌杀鸡。佢能够去到的神，最大限度在的神那边，佢能够好好嘅调查，测标佢真系误杀。人哋在的神师地位，佢能够继续嘅出到一个撞到死为止。但系佢唔能够离开的神，佢离开的神佢都死咯。因为只有在的神地位，佢能够得到的保护，是到神嘅嘅事情能够交清交错，唔要就系讲随随便便啲报仇嘅那个意思。哎，所以那个误杀好重要，我就明白咩个好种经验啊。而今边的斧条，面啲一斧条松住咯，而面啲一斧条好危险啊！有时时间偏偏那斧条都针到时间，而行太近去啊！我相信一阵咩误杀咯，一阵咩谋事嘛，而跌倒啊嘛，而跌倒系好危险啊嘛。哎，所以那个误杀系完全系冇念头，系谋事哦。佢斬嘅時候，佢只咧意外嘅喎，喺度扶條喺斬漏劇嘅隔離件衫試佢喎，所以咧就喺年久跌到住一個要銀用嘅衫面，嗱銀咩個建議壓住佢銀用做啊，即係講哦，危喺唔只咧唔小心咩，危喺只咧冒險衝事然一後啦，唔小心官司突然啊，哦危冒輸啊，呢啲先見過冒輸啊，唔咩建議危上先，壓住而家吹惡一天去燒到成噴。
就是因为人家要发力嘛。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地方，爱一人在上帝地方将爱得到赦免啊。来，但是有时后来接受我按照咩啊，好容易做事，咩其实有时候我看过一套片《真正的故事》啦。啊，好久以前咯，我怕三十年前嘛咯，我哋嗰时候青少年，因为那套片，我哋要拍拍一套戏喎，起摆在丢湖嘅土石干啊，嚟去进行嚟大概啊布道会喎，拍一套戏拍出来啦，啊400几集来嘅，记得初晚上集啊土石干喺大概啊 auditorium 嘅，哇七条金腰啊，一套片嘅故事系咁。其有两个人因为饮醉酒啊，其杀了一只个两一对情侣啦，啊，好残忍那种杀了佢哋喎，啊，所以到最尾来嘿，其实大家一只阿哥同埋老太都唔知道发生乜嘅事情，诶，啊，但系阿哥都把事情拉在那人身上，拉在老太嘅身上喎，老太又迷迷糊糊咗，好将佢自己杀了喎。诶，到最尾检啲都是其实下啲咩其实，所以佢就后中要潜出来，到底那件事，要知道一真相。啊，对于啲小儿去服侍嚟大家楼梯嘅时候咧，佢喺度当中佢慢慢认识做人事，然后到最尾佢只咧悔改，佢认罪。啊，佢认罪都讲虽然咩真正其实，但系佢有博爱。啊，所以到最尾，佢咩以为佢人要接受耶稣悔改，佢都可以出家莫冇，佢喺灵魂得救，但系佢要面对一个死亡嘅审判，因为佢过用啲气嚟行，啊，佢过种放出去，佢就忘记啦。但系到最尾喺度楼梯前淡，喺楼梯前淡之前，佢老屋企人讲对唔住，嘿，啊，喺佢要帮助，喺佢要参与，杀来一大嘅青年。到最尾期啊，面对爱大家事业啊，所以我都明白嚟点，上帝变头神，唔咩讲啊，就可以啊随随便便咁去犯罪，人咪讲，哎，上帝要以后啊，上帝要 end 掉，要两边嘅佢三面啊，就吹咩？但系上帝就系要佢嘅 end 掉，使到爱大人最大嘅恨吐，佢能够受到报复，受到应该。上帝的标准来去审判一个事情，所以《生命记》第十五节咯，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中做见证，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定案。来到上帝的标准咯，做乜嘅咧？佢爱每个人，能够得到公平嘅对待，尤其是等误杀唔假嘅。啊，所以在这当中，我就看见爱执事要头上，同埋呢误杀者，啊误杀人家嘅人，到底喺度干些落面？因为我哋看见呢，嚟达就系上帝变见到人家一只嘅恩典，在一只嘅法律嘅掌管之下，依然能够看到上帝嘅恩典，上帝嘅怜悯在当中。阿门。第二，我哋都看见下啦。就是耶稣和罪人来到把耶稣和头上放在一起，一个罪人和一个恩杀者放在一起。希伯来书第六章第17节可以说，照样神定义向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更清楚地表明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用启示做保证，这两件事是不能更改的，因为神是绝不说谎的。因此我们这些逃进避难所的人就大得安慰，抓紧那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我们有这盼望，就像灵魂的苗，又稳当又坚固，透过幔子这道里面，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先锋，进入了幔子里面，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成了永远的大祭司。我就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落来大概避难所，那个治安就好像来到 City of Refuge 啊，一样的就在头上，就我就能够去到那行，能够得到那个保护，得到那个安慰，人所讲的。所以在那个当中，我就盼望依然的存在，
唔要就係人用都俾人家減少，因為保守就冇喺只上面。所以耶穌嘅一隻嘅避難所地方，我就喺年叫存著盼望，直到我就嘅審判一定要有。但是喺按照耶穌嘅愛，上帝嘅恩典來去受嚟嘅審判，係。所以出嚟咧，按用嘅情況之下，我就愛看見兩樣事情，或者三樣，我老太自己分享嘅。即係講喺個我就出耶穌嚟嘅避難所地方，到底我就得到嘅係乜嘅？第一，就係冇有分離哦。所以約翰福音第十章25-30節。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来，这个意思看到，我就是不要变分离哦。那个我就在上帝、在耶稣地位，我就是不要变任何的东西抢去啊，因为上帝保护我就，所以他讲，谁也不能够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耶稣哦，今日。我就喺能够在耶稣地位话，我就应该得到安慰，得到有咧平安。因为在嘅地位，我就喺冇有分离嘅咯。我就将佢永远处在耶稣嘅地位。听一则，即系在罗马书8:1-2讲：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必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灵力。在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力了。我就不要变听罪 ，no condemnation。意思讲，魔鬼不能够再审判我丢，我丢审判会有得从耶稣那边来。所以喺度当中，因着在耶稣地方，耶稣将用佢嘅方法来去听我丢人所做嘅。就系嚟到嘅。天罪唔再喺边世界，或者魔鬼啊，用去控告我哋，也是为我哋当时十字架上，佢已经抚慰我哋人嘅罪嘅一个代价，一个救赎之啦。今日我哋爱明白嚟点，希伯来书7:23-25，7:23-25。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头上有了那个长老四个酒。嚟到头起出在一头上一阵，佢就爱离开啦，所以佢出到一个长老寺为止。今日我叫佢出在耶稣地位，切到远远远远，因为耶稣系远远发作嘅，阿门。所以咧，个头上边个两人系一只嘅安慰，边个两人系一只嘅避难所，边个两人系一只前道有怜悯，边个两人系一只前道有恩典。边个两人潜到喺只正确嘅审判嘅一只地方，所以今日我就一天爱逃到耶稣嗰边去。我哋喺讲犯罪嘅时候，也先见讲我哋爱认罪，先喺信息，先喺公义间去别，爱赦免我哋嘅罪，又爱赦枪我哋嘅不洁。所以咧就要看见耶稣边个两人一只嘅方法。咩讲边个啲人能够见啊？哦，人用系佢乱做东西咯，乱做东西，人都冇事情啦，终于头一耶稣嗰边讲对唔住 ，sorry 咯，都 OK 咩哦？要分别咯，一只系无意，一只系有意，两边都好，而知道上帝系爱每责任嘅，佢唔会任何责任灭亡。
所以佢愛每隻人，但係佢恨惡都係吹，咁嚟叫演戲吹吹劇地方，因為佢係先劇啊嘛，所以佢講緊啲人係先劇，因為佢係先劇，所以喺先劇當中係冇吹嘅喎，所以今日我哋愛懂得在暗用嘅情況之下，我哋愛做上物嘅東西，我哋應該做錯係無意嘅話咧，我哋愛認吹。老面都要做留意也要认出啊，中国要认出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头到耶稣地方，我们能够至少要修，就是讲变世界的方法来去审判我们，所以这个头上好重要。今日我相信在耶稣该要在的地方，比如说圣堂也应该在头上啊，我们要反应去迎接帮助啊，用紧人当佢投到先堂地位，我哋还未先做之前咩人用咩？我哋也因为我哋嘅处嘅问题，我哋要投到嚟到头上地位嘛。我哋今次就用紧以前已经接纳我哋，也是帮我哋人修业，就系放在俾我哋人处在耶稣嚟到嘅避难所当中。今日我哋在教会地位用乜嘅方法来去看待呢种人呢？好多时候我哋只落靠背通人喎，我哋用其他嘅方法去审判一下嘅人喎，好容易嘛？今日而看麦嘅都好，看到嘅图片我哋都攞攞讲话，有麦嘅都讲埋，诶，事到好多时候我哋未发觉一啲人有冇做错，我哋都已经天理嘅吹喎，老杀你佢有麦嘅款劈咧，所以今日都要好小心啲，兄姐妹，我哋既然耶稣准备来，就系一只嘅避难所，并暗用嘅人灵柩投到一边，我哋都唔应该在一只避难所地方把一只人踢出去，吓、啊，我明白你点冇？所以今日我哋在咧头上同埋耶稣喺暗用嘅避难所当中，我哋看到一只好相似嘅地方，就系讲。耶稣同埋头神对所有需要嘅人嚟讲咧，系好容易，甚至能够投望依靠嘅地方，见咩好嘢咯？系能够到行，所以圣堂好多都在人用嘅地方咯。是到四周围嘅人有人用嘅问题时候，佢能够好容易嘅去到嘅地方嚟去得到嚟嘅帮助。第二，耶稣同埋头神都系向所有嘅人开放嘅，系见咩得以色列人咯？有需要嘅每一人。都能够干到喺度头上地方，先同也系一样。啊，耶稣同埋头上都成为要需要嘅人居住嘅地方。当然要因着需要来到头上嘅时候，其仲可以唔有因着爱嘅表来去看你嘅一个事情。其任何一只要需要嘅，都能够到嚟到嘅头上地方。第二，耶稣同埋头上对所有需要嘅人而言。是唯一的选择，冇其他嘅地方，冇其他嘅特别嘅帮助，唯有信徒，真有能够要喺大家，好像在耶稣地方，真有能够喺大家避难所的功效。二就系耶稣同埋头上，真系保护那些在喺度范围地方嘅人，因为先前阿后先做讲到，已救出啲耶稣，已救出啲喺讲到保守嘅人。包括时候嘛，一只吃希望冇头上地方希望接咁样，所以我哋一天都确天时间行喺出在一只头上，行喺出在耶稣咧个避难所地方，冇照出嚟啊！后尤其是其他人嘅情况，唔好乱乱照啊！希望唔敢讲，希望要取户口都取户口，冇事有乜只咧，唔冇照出嚟啊！所以我哋其实唔需太过担心咪话。喺個我哋冇事又冇出去，我哋輕鬆擔心啊嘛，即係留咗户口咯，留咗咧大概避難所咯，潛到咧避難所，出咗地方得到安慰，得到幫助，我哋都要按用嘅保護 ，OK，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學習嚟點，上帝既然能夠俾我哋一隻小看見嘅設立喺六達嘅頭上，今日也在耶穌嘅身上。就喺我哋前線嘅避難所，要需要嘅一天去到到耶穌嗰邊去，唔好離開。只要人用，我哋就得到一前線
该帮助。阿们，用用这祷告。父亲，我的感谢主，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看见我就经验研究做出耶稣该来的避难所地方。我就感谢主，来这个恩典，来这个爱，是何等的大。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时间研究经历，我们也能够帮助每一个到来来的避难所的人，使到我们永永远远能够靠着耶稣，在当中得到的安慰，得到的保护。主啊，把我们的生命恭敬的交托，愿主带领我们，也使到教会也是一样，成为就是随时都准备好的一个逃生，一个避难所，使到任何的人有安用需要的，其能够到来了向寻到也是寻到上帝。我们感谢主，把以下时间再次恭敬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阿门。